我跟你讲，有一个技巧，就是喊深一点。哇！哎呦！哎呀！快过年了。好像蛮厉害的，哎，蛮稳的，好认真哦。这个字写的还蛮漂亮的，很厉害的。哦，哦，哎呦，哎，我认识那么久，他很会做饼干，嗯，也很会做那个皮件，但是我不晓得他会写书法。好，他有一阵子想要去荣辱。啊，奇怪耶！你刚才说他配对还乱讲。玉颖哥打要被揍，他也自我解嘲说他是小红帽，因为奶奶被大野狼吃掉了。他大部分时间都拍平面。写好了，我写好了，我写好了，写好了，哇！玉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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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棒。